将不走，一种无奈，甲一种惊吓，我到即摆也无法度放袂记。尾后无法度，护士小姐将妈妈呼来，妈妈叫我莫哭，家己煞一直滴流目屎，阮母仔囝莫做伙哭。我甲妈妈讲，我足想要回去过年，亲像别人囡仔共款，伫厝内底过年。我一直哭，哭到忝啊，哭到困去啊。我清醒的时阵，我看到妈妈徛伫窗边，伊阿公，伊若对我跳去。我得当等伊过年啊！所以是从以后，我都唔捌阁哭啊，从来都唔捌阁流任何一滴目屎，因为我知影哭是无路用的，哭嘛袂当解决问题，我只是拼死命咧食饭，因为我想要赶紧住。安尼，我就爱当保护妈妈。阿公唔敢。阿公，你莫安尼啊！我只是伫讲一个故事啊，讲我是安怎叫做电彩花家属的故事啊。所以，你也是我的爸爸，也毋过我永远只是电彩花的家属。这嘛是为虾米？你带迄个查某人入房，我无法度叫伊妈妈，甚至连叫伊一声阿姨，阮真困难的原因。志远，爸爸知我亏欠你，也毋过无，你无亏欠我，你将我生落来，佮出钱还去日本学料理，我足感激你啊。只是讲，我亏欠你的并无济，我曾经表小弟。亏欠伊的爸母这么多啊！志远啊，你敢有迄个必要当这么多人的面头前，安尼跟恁爸爸讲话？是嘛是？好，爸爸你无面子啊！我想志远表兄是要甲咱讲，伊外孙啊，伊妈妈，这是一种亲情啊。我相信伊对伊爸爸嘛足尊敬的，所以拄啊嘛站起来甲阿姑回实的啊。啊对啦，沙豆上最近身体有较好无？伊有敲电话讲伊要回来呢，啊你要回来的时阵，伊有讲伊当时要回来无？伊无讲呢，因为我相信伊真紧就会回来。对啦，万岁，我敢咪当向你请教这款三粒子的待遇。哦，导游，还有无问题呢？我给你，我听你好吧。麻烦你。哇，真有礼貌诶！导游呢？不是汽水呢？你是要归管查诶哦？爸，你怎卖代志诶呢？啊，志远甲咱交情是无共款呐，伊是哥哥的表兄，所以嘛是我的表兄，表兄对吧？来，表兄这哦，规身拢摕去，啊，若无够，过来摕，啊，上好是我送给你。唔免啦，这罐都有够。无啦，那有够啦，来，安尼无安尼，上少两罐好无？来，安尼表兄吼，一人一罐，感情较袂错。来来，摕去摕去。真正唔免啦，这罐都有够。哦，安尼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你意思就是讲摕一罐就好啊，安那用了，就会当常常来看我，对不？啊，回不啦，先回啦，叫回来，好，叫回来。哎，你怎么先啦？你母也无在陪你唱。爸，这是人面头前，请你给我一点面子，すみません。
老姐姐，啊，你什么物件拢无买着，咱要怎做生理啊？我看吼，你紧打电话给人，给人取消预约啦。我白，我若无约唔着，再去搞做对迄个人，无得空就是今日人客。你意思是讲，真简单啊！我想要买什么鱼仔，伊就跟抢。明明就是要让我无货通买，无鱼仔通做生理嘛。伊要为难我，让伊话我歹看，这我阁会当了解伊的心态。啊，不过我拢想无，连我想要甲一个友好的查甫囡仔斗相共，伊竟然这么可恶呢，连一个囡仔都要欺负啦！也许马先。敢若目睭金金安尼去看，拢毋知请人客坐啊！真正是你，昨昏就是你敲电话来，指定要食迄三项特别料理。你应该就是。行事有理，不争名利的阿强师傅。那你应该就是沙土上的爱徒，带转来台湾发展的调理高手，足智之光。请问贵姓？请问，我该怎样？你搁敢问？我买的物件拢给你抢去啊！我倒去洗物件，你吃？我根本就是挑工来找麻烦的嘛！我跟你讲，以前拢是阮姨外母咧敬人客，阮绝对袂接受。亲像你这款挑高去找麻烦，无尊重料理精神，而且对囡仔一点仔爱心都无的傲客。你即摆来演出去啊，阮无欢迎你。我借问一下，你姨外母拢是找不人去做主的哦？也是讲这原本就是恁餐厅的风格。我看这三粒星，恁可能挂袂久啊啦。根据我即马看到的情形，阮先生应该是带念甲秀山交情，即个特别互你以为为犹太。对。你是咧后壁讲啥？当时阮哥受伤，我互你害甲一只鱼仔都买无，我著互你知影阮以为阮。加油！买无鱼，招待人客是咱毋对。毋管这人客有啥物款的目的，还是妒忌。既然你无鱼仔通招待我，那呢，就由我来招待你。把物件摕起来。
我今日来是要让恁知影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日本料理。三天了后我会再来，要不到时阵都不是来请恁吃物件的。我来是要挑战你，阿强师。豆豆，我生目睭，唔捌看到有人这么讨厌。国舅，确实是国舅。舅啊，舅啊！啊！你唔是讲要转来开日本料理店？啊，有啥物计划无？若有啥物需要，做你甲爸讲啦，我用个甲你斗三工，看是店面，或者是资金，只要你若开嘴，啥物拢好啦。志远啊，啊，恁爸在甲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？唔知你两位早起起来有看报纸的习惯吗？我这讲我看了这大片，而且嘛看了几日工啊，敢讲你拢无看到？要是讲恁两个根本就是有嘴无心嘛。公公，休息个。屏干员组成工艺的高度，有独特之光的称号。从江来台，对余伟伟周强下剑帖。余伟武，敢是周强开的迄间余伟武啊？应该是。这全台湾会当得到阮先生三十七，敢也够白金啊？对啦，反正恁可能连三十七代表的意义拢唔知影。那唔知啊，啊恁先生就杀多少，啊伊的消息啊，我拢特别去家注意。啊是这几工啊，叫台面的人啊，啊乱搞吼，拢无时间来看报纸。啊，所以你顶个广告啊，全是无看到的。熊志远啊，我有听恁阿哥讲过，这个周强因兄妹啊，是解救恁阿哥性命的人呢。啊，你一日转来台湾，就要家挑战，安尼敢好？条件跟温情，这是两回事啦。阿哥欠人的情，你会感觉歹势，我无意见。也毋过，请你别管我的代志。我着讲较白一寡，我即个回来，我毋来向余伟武挑战，而且我阁会指定用米来比赛。米哦，啊，这米无问题啦。阿爸的米哦，是全台湾上好的。啊，你看你要提偌济哦，拢免费的。你说你讲，我确实会用到你的米啦，也毋过毋是我用，是余伟武用。你爱阿爸的米，予余伟武用。啊，你呢？我为日本砸转来，日本上好的米，一磅。我会用这一磅来做我的料理，来打败用你阳光米做料理的余伟武。
志远啊，你安尼是啥物意思啊？你甲恁爸爸提供米给余卫武，啊，然后你才甲拍牌，安尼毋是等于要毁掉恁爸爸一世人的心血？我唔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你安尼敢袂伤过超过，伤过无情啊？恁爸爸好心要挺你，啊，你竟然对伊讲出这款的话？阳光面对来讲，是上得意的产品，是伊的骄傲，是上爱的物件。严哥对我来讲，算是害死我的妈妈，毁掉我当年生活的物件。我安尼讲，你应该就会当了解，我是安怎做这种决定啊？歹势，我也搁有代志，我先出去。你来啊！关于这摆的表情，拄则我所讲的话，你应该拢已经听到啊。安尼嘛好啦，我较成熟。先给，我知道你甲余伟武周强是兄弟，请替我转达一下，请伊赶紧接受我的挑战。若无我会逐天看广告，我想伊嘛无愿意互别人笑伊讲伊唔敢接受我的挑战。而且伊种软弱的行为，嘛伤过对不起我的先生沙多桑，敢不是？多谢。阿姑，慧文啊，即马就感觉像你甲你阿姑较有话讲，伊心情真歹，你稍微安慰一下。阿姑，要出去行行无？我的产地啊，拢是咧台东甲花莲啦。我来这台北心情也好，我拢会转来行行看看的，就敢亲像转来厝的同款。这十外年来，我甲我一群好朋友啊，大家共同打拼，大粒官小粒官，这是所累积出来这心血。姑，我看资料顶原写，要种药剂米，真够讲话真辛苦。头一步爱做的就是，爱用药剂肥来改善土质，而且可袂通用农药啊。有机肥哦，是半腐蚀的这肥料啊，是平化学肥哦，有较重。化学肥也半干，有机肥哦爱也三干。遐都是因为有臭味哦，腐蚀物也一大堆。所以非常的艰苦，无做过的人根本都唔知影。阿姑，你的眼光真正看比别人搁较远呢。十几年前就知道要种这款健康搁好食有机米啊。对啊，啊，即卖有机食品的市场愈来愈大，现代人对健康的要求嘛愈来愈高。那么是因为个，我嘛就想要甲阿姑签约合作，好搁较济的人食到这么好的米。你唔通想讲哦。我今麦刚做啊，做成功的，一个有机米的，迄名声也拍出去啊，销路也袂歹。也毋过当当时啊，我要研究这有机米的时阵啊，嘛是经过足侪摆才失败，我差一点就放弃。我因为无放弃啊，这完全是我对刘明峰的这怨恨。当年刘明峰。害我的爸母甲小妹拢无去。迄个时阵，厝内面的经济愈来愈歹，我还阁饲母饲囝。一开始，我是咧种普通的稻米，真辛苦，阁无钱，所以我才甲恁阿叔，就是志远的媳妇彩华。
叫来斗三工。志宽迄个时阵，嘛才六七岁尔，嘛敢同齐做工课。阿姑，阿金就是用我呢，才会破病断伊着。彩华本来身体就无好啊，日时也做工课，暗时还阁整理厝内面，日夜操劳，一直到有一天伊倒落去，我才知讲我是用农药用了伤过重，伊才中毒，伤过心来倒落去。彩华大院的时阵，我阁唔知道是中毒。我阁每工来拼死拼活地做工课，果然我摕到我人生头一个这十万块。我摕到这个钱，我就拼去病院，要甲彩华讲这个好消息。要唔过我走到病房的时阵，内面就拢无人啊。护士小姐甲我讲，讲已经过身去了。送去太平间，我去太平间找志远，伊才是一个七岁囡仔尔，目睭金金看因老母过身，一滴目屎都无流。伊看到我，一句话也无讲，目睭金金一直在咬紧。伊种受伤的眼神。我甲金马过去，这我查彩华，是因为农药来中毒过身，我就受罪。一世人我正残，绝对无要用农药，所以我才用足侪时间。来研究这有机米，结果规头壳内面拢全是有机米。煞袂记讲我迄个七岁的囡仔，伊才失去老母，老爸阁无伫身躯边，伊上孤单，甲惊吓，实在乎你料想袂到。阿姑，本来志愿是做念我的。定来甲我做阵去田里做工课，规身躯嘛母甲王妈妈，伊嘛足欢喜。迄段时间是阮爸仔过去上快乐的日子。不过自从因老母过身了后，伊就真少甲我讲话，而且甲我讲话也无好声少，我并无快。我知伊在怨恨我，我无尽到一个做老爸责任，我确实有影无怪。今仔日，我会种出台湾上好的米，也不过，无人知影讲我种这有机米是要纪念我的某，也无人知影讲我种有机米会失去一个后生，对我的感情甲尊重。总讲一句，这拢全是刘明王害的，伊害我农家散体，害我失去亲人，害我失去我的母仔。恁即嘛知影，为什么阮阿兄会怨恨刘明王？阿姑，我能了解你的心情。你怨恨老董的，嘛确实有你的理由。啊，不过你安尼做，对你甲志远的关系，并无任何的帮助。无唔对啦，阿姑，你敢袂当暂时放下对刘明峰的怨恨？去面对你甲志远已经存在的问题，我想讲，这是较好做法啦。是阿姑，我永平嘛甲我教过，投票不一定闪会过，面对不一定无法度接受。我现在想起来，刚刚是一个很好的道理哦。
以我对志愿的了解，若是要叫伊来化解对我的怨恨，除非着因老母活倒转来，也若无咧，恁拢是袂了共的。阿姑，这过节，本来廖俊勇亲情会当我阿姑行出去的第一步。想袂到伊连试都唔敢试，伊根本就唔敢面对嘛。我顶多无遮尼悲观，我感觉阿舅的心已经有震动啊，就亲像咧跳舞同款啊，有人进一步，但也有人退一步，所以咱会当为莲花一方面开始进行啊。阿强，恭喜你，终成功要结婚啊！虽然是有较赶紧啦，阿哥有比无较好啦。哎，你是咧讲啥？什么叫做有比无较好啦？是。强哥，虽然吼我爱你袂着，阿哥我祝你幸福，一定要幸福哦！来，我干杯！来来来，我敬各位，多谢多谢，我领单。哎，等下，酒，啊你唔是拢用倒酒，啊今仔咱用正酒。不是你到底啊？啊对了，信杰，啊等下吼，若有人过来，就麻烦你甲加油打三工哦。这哪有啥问题啦？家己人卖啥客气啦。那我唔免，不过我即马对我家己真有信心。哦，哟，这么有信心嘛？那么你敢有法度接受日本来迄高手的挑战？阿强即马就受伤啊，不过等到还到币的代志，你敢有法度接受迄个足地之光的挑战？啊！恁拢看到报纸刊的啊？阮唔免看报纸啦，阮是实在迄竹地之光，伊甲我讲的。恁实在迄人啊？伊是我表兄，伊是我阿舅的后生，名叫做杨志远。伊款人哪有可能是阿爷外甥啊？你的表兄？对啊，嘉佑，你有看过伊吼？你敢无感觉伊足酷、足缘投？卡哇伊耶呢，信君，我即马对你的审美观有真严重的怀疑哦。你根本就是阿达妈控股你啦。那会，我感觉伊足好个呢。我敢会当问一个问题啊？为什么遐游志远一直要找强哥挑战啊？哎，当年是要替伊做免费的广告啊。因为阮姊夫还佮有余伟武吼，是有得到三颗星的餐厅，还佮有总铺师啦。所以，伊自然只要打败阮师傅，就用去轰动台湾的美食界啊！这敢着搁问的哦？亲像这款利用别人名声来成就家己，无论是输还是赢，这款行为敢着？伊甲余伟武的比赛不是上重要，伊上主要是要利用余伟武来打败因爸爸辛苦栽培出来杨光明。杨光明，不是恁最近咧找台湾上好的米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讲来讲去，志远表兄是希望伊爸爸会当提供阳光米，让伊威武家己比赛。啊，伊家己要用伊位日本带回来日本米。假使讲比赛若是赢，阳光米的名声就无好啊。啊，不伊安尼做，敢会害着伊家己的爸爸？这就是个目的。我阿舅为着要栽培阳光米，无去照顾着家庭，结果我阿金都用完咧破病过身，顿多是阮表兄才气坏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两表仔产生真大的误会。其实我感觉表兄嘛不是一个歹人啦，伊只是细汉不幸的背景造成伊即卖的心理，所以予人感觉较冷淡。其实阿舅哦个性嘛是甲伊同款，有问题有误会拢无爱讲出来，无爱解决，所以表兄今仔日才一定要甲伊拼一个输赢。这吼，都是一个结。啊，面顶还佫一个结，啊，一个结，两个结，了后就变死结。即摆吼，我志远表兄，就是予迄结安尼绑起来，真正足可怜的。就算讲伊佫较可怜，佮我有甚物期待？啊，你都讲拢拖落嘴啊。阿强，我知你以为我原则，行事有理，不讲明理。啊，佮即边，我是真希望你能接受伊的挑战，因为我迄边利用即边比赛机会，
会用互因表兄个话化解，顺续我来古讲，我讲有缘，马上做一笔解决。哥，无论是啥物原因，若是要甲这个杨志远比赛，我赞成。加油啊！哥，亲像伊可能较是爱互伊一点仔教示才对啊。讲伊细汉有偌艰苦，那安尼伊就更加爱有同情心，对囡仔爱如何才对啊。 结果诶，我今日去鱼市场买鱼诶时阵，我著亲目睭看到伊欺负一个查甫囡仔。伊明明知影迄个囡仔真需要买鱼互伊泡爸妈妈食，啊，阮所有人拢讲好歹出价啊。结果咧，伊用足悬诶价钱，甲伊鱼买走呢。恁大家讲啊，伊安尼有超过无？哎呦，家己哦，无你看哦，伊甲鱼啊买走啊，啊，偷偷送互迄查甫囡仔啊。哈，敢若想着，我就感觉伊足man。 加油！所以照你的意思，你赞成阿强去比赛？那是当然的啊。亲像伊迄款人，根本都无一个总破赛应该有的气质甲度量，佫想要甲阮哥比赛，佫差真远的。哥，你答应啦。啊，若是讲你的手无方便，派性格甲伊比啊，好一个架势。嗯，我赞成加油的讲法。阿强，只有你就答应啦。 我了解，啥物款人，啥物款手艺，照资格做三颗星的总破赛。也久有啊，我即马就打电话查到啥，看遐杨志远敢真正是伊的徒弟。你免考，不要紧，做你进门。要不，我先生一定在讲，我是正式可以拜师的徒弟，而且已经对伊足侪年啊。卡哇伊，你来啊？啊，唔对，我爱叫你志远哥哥才对。 新闻妹妹你好，你叫我啥？新闻妹妹，啊，我心脏搞不掉啊，我要晕倒，我搞昏。阿强说，看起来你的朋友还阁袂少嘛，有这么侪人替你做搭，你应该会当答应甲我比赛吼。啊，那阮师傅的主角哦，无需要阮这个人斗相共啦。既然安尼，那伊就更加无理由接受我的挑战。 尤志远，认真讲起来，我应该对阮哥叫你志兄、表兄，啊，不过可能也太多。志兄、表兄，我真正不得讲出嘴。讲实在啦，是毋是有人要叫我表兄？我一点仔拢无遗憾。阿强生，要答应答应，一句话。也毋过，你若是毋肯答应接受我的挑战。 明仔载报纸肯定广告，都毋是遮尔客气啊！我会向所有消费者讲，以我有诶资格，两者无迄个实力才是我诶挑战。哎，你莫想岔开哦！表兄，我知影你真想要教强比赛，啊，毋过咱做了你诶人，毋管是做代志还是比赛，拢是一个君子之争，是毋是爱互相互对方留一个余地，安尼才是总破赛。 应该有的修养，敢不是？你即马是伫教示我是吗？师姐，我甲伊讲，尤志远，你是沙岛上的徒弟，嘛是阮阿好姨的孙啊，性格彪悍，所以我无必甲你计较。即马大家是咧庆祝我要结婚的代志。 你若讲是遐恭喜，阮会真欢迎你。咱若毋是，就请你出去，莫来破坏遮气氛。哥，你无说这样客气啦。我实在毋知影，谁说我的先生会互你即张三十七证书？照特色杂志评鉴的标准来讲，一个有实力的总破赛，应该有真好的手艺，而且还毋惊挑战的精神。 安尼才会讲一工比一工搁较进步。我看阮先生应该是带着伊甲恁爸爸的证婚，才互你这张证书。这张三十七的证书挂伫义卫武的壁顶，在我看起来，无任何骄傲的成分，连着是有淡薄仔同情的意思。喂，你是讲啥？哥，咱都用这款态度咧讲话啊！你搁唔答应，我就歪彩你啊！ 尤先生，你拄则讲这话，敢若已经证明你的感觉甲普通人无共款。对啊，有问题的人哦是你。
你应该回去好好检讨你家己。阿官，喂，我唔捌看过撞破西，像你讲的这么大声，搁这么嚣掰呢。人缘投吼，连车声拢这卡歪。悄悄，麻烦你家己嘴塞起来。牛先生，拄则你讲，阮迄张证书是靠人情才摕到的，那呢？甘愿请教一下，你即位竹地之光，啥岛上的徒弟，这张证书你敢有？无嘛，迄有一种人吼，就是看到别人好，就把讲起啦。声声句句，唔是讲 test 的杂志，就是讲三粒星。我看吼，是你家己得袂到啥岛上，啊，就是恁先生的肯定。所以你才见笑转上去，一直要找阮哥比赛，对不？我做的料理，是毋是得到阮先生的肯定？我家己心内有数，无亲像一挂人，是利用死去的老爸攀亲姻亲，这样得到这张证书。好啊哦，有够啊哦！你是凭什么有别人讲话啊？我看是你家己摕袂到迄个证书，你才会讲这款话。你敢知影料理的本质是啥？料理是爱予人食了，会幸福、会欢喜、会感动。亲像你这款无血无目屎人，是根本无法度了解。阮家要讲了无唔对，亲像你这款心内充满怨恨的人，是无法度做出好食、温暖的料理。看起来无予你试看卖，你真正唔知影啥物叫做予人食会感动的料理。你要挑战，好。我答应你，以为我跟你比赛。那么，以你的程度，就算讲我的手受伤，万免我出手，万免用着性格，阮小妹加油，应付你，都够。哥，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真愿意嫁是这款人。杨志远，我会给你了解，好吃的料理，大家拢会晓做。啊，不过吃了会让人温暖入心的料理，不是大家拢做会出来。杨志远先生，你目睭不要紧，好好啊哦。好，代志都你决定。比赛时间我还阁通知你，也毋过我直接向您保证，以为我这张三十七的证书，我一定会摕落来，先看阮先生。李哥。你不要理嘞，白糖要创啊！啊，恁厝的窗仔甲门变大，啊，我白窗仔入来，你甲我管。赵大春，你免讲，我知你要讲啥。你要叫我莫阁乱啊，因为你甲亚芳要结婚啊，所以我嘴爱塞起来，莫阁来搅吵你，爱行恁一个边境生活对吧？唉，每一个人讲拢同款，这话我拢会晓背啊。我真正想问，为什么我明明讲出事实？你知影？我真正足唔甘愿的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把所有代志全部压下出来。你即摆无爱插我是啥物意思？你就是我只是来遮呛声的。我足认真诶。我为怎啊？你妈即马，我嘛算袂清，我家己到底啉偌济？啊，你敢知影我为虾米要啉遐济？因为啊，我要去找阿芳，我要甲伊讲出事实，我要叫伊明仔甲你结婚，我要互伊知影，伊腹肚内面的囡仔是我的，是我的。要唔过你无去，所以走来我遮。
你若顺便要讲，都袂是你我哩碰见，搁隔空隔空啊！你叫是我唔敢，我即马就去。你真是要去？对，我要去。好，你都真是要讲出来对无？对，你都是要让大家痛苦对无？对，你都是要让亚芳痛苦对无？我陪你去，行。来，你明明知影我是输啦，我唔敢去，你阁挑拨要我歹看。对啊，我是输啦，所以我才饮遐济酒，要替家己做大，也毋过最后我是走来你家找你出去。我已经当我的心情全部拢你看透透，安尼你有爽无？我袂惊。我今我真正讲出来，亚芳若受气，把囡仔摕掉，万一你若真正走去自杀，那要安怎？所以我唔敢冒险，我啥物都唔敢讲。也毋过，安尼我会用咧创啥？甲你恭喜，我唔敢讲。我囡仔叫你爸爸，我无欢喜。我安尼啊，来，我今麦站在这，换你甲我恭喜。快点啊！你甲亚芳家人讲要结婚啊！我今麦亲像阿伯阿公阿同款，我真正死绝啦！来，你，甲我恭喜，你恭喜啊！赵立川，你若是查某囝，就莫甲我比什么人较痛苦。什么人较爱亚芳啊？什么人较悲哀？你摸你家己的良心，真少想看卖。安那做对亚芳上好。